ni sak pambungul sak kaba-kaba. Ikala sa malas po na? Nga, putulan. 就来自爱尔兰已经86岁周神父，嘴来所讲的不是英文，而是流利个标准的布隆族话。伊除了布隆族话讲了下下叫伊瓜，伊就连台语买通。这个是自己设的，哦，对，这个是以前是路论，你看。这位周崇德神父在第二川天主堂担任神职超过半个世纪，几当前退休了后，就留在信义乡的香龙部落养老。回想当初时，都来到信义乡部落团购的往事，伊也是会当讲了详细个清楚。下第一年以后，主教告诉我，好，先我应该两年学台语哈。啊，学台语。我八个月给我。我差不多三个四个月都听不懂，听不啊！老师会过讲一届。哦，主教给你8个月时间学台语，应该是2年。啊，好。50多年的团购生活，可以是相当了解布隆族文化，并曾经协助出版布隆族记的圣经。伊乐观大方、幽默的个性，热心帮助族人的事迹，得到大家敬重。访问中，伊也强调，就是布隆族的文化以及布隆族人的热情，让伊无法度离开家。你当初为什么会来台湾？你当初为什么会留在这里？为什么会留在台湾？我喜欢在台湾吃。为什么不？我的朋友都是在台湾，我在外面的朋友没有了。你家不能？不过那个还他们的文化现在保起啊，要是因为他们的孩子，他们的幼稚园啊，在学校是国语、，education 都是国语，他们在家里很少在家里，所以啊，平地位也是一样。周神父就连过往伊也无愿意离开部落，因此最近伊开始伫香龙村建造家己的墓地，为设计甲油茶时间拢家己一手包办，并欢喜计划家己的告别式，爱亲像 party 共款，台地饮酒闹热举办，特殊做法也可以成为部落中民众热烈讨论的奇人之一。记者金凤山采访报道。